孙怡之前在节目里反复强调自己和董子健的结婚是因为爱情，据说两人在婚前也签下了婚前协议，尽管女儿也生下了，但是孙怡和董子健两人还是没有补办婚礼。我没有办，我不想那么大张旗鼓的，因为那也是在演艺圈嘛，然后就我们年纪也比较小嘛，那个时候两人也不少在社交媒体秀恩爱，可是几年过去了，真爱也以离婚收场。